老人哇，没人在探额头，老人哇。还有一句是想跟丈母娘说的，骑马，你不要再乱花钱好不好？不是说任何人可以随随便便来大热门唱歌的。今天你看一字排开都是歌手，真的。为什么我可以来？就是因为我今天的合作对象太大牌了。只要跟他们合作，只要跟他们合作过的，都是收视率飙高的，票房飙高的。这么厉害，有这样的人呐、啊！所以我今天是因为跟他们合作，我才可以站在这里。靠合作对象，我跟你讲，听你讲到这里，我们好想赶快来看。对对对对，太好奇了，赶快来看，来来。尖叫声！把手借给我。这就是谐星的悲哀，只能道具。说来就来，为了唱歌只能忍耐，凭收视率心酸又无奈。你调戏我身体，尽管来，不抗拒。你想要我给你，你指定我随意。为什么不让我好好的当一个歌手？想知道谁是这些企划的幕后黑手？全身而退不可能，一定是我想太多。为了唱歌，不管什么惩罚我都忍受。老人哇，我下巴。老人哇，没人在探额头。老人哇，老人哇，杀千刀的幕后。老人哇，这辣椒加太多。老人哇，吃了会跑厕所。老人哇，这一杯是什么？老人哇，喝一口再说。孙凡福。我之前说说你们不用这样设计我，健康辅导和调整没有人在一起用。老人哇，我的脚会痛。老人哇，不如放过我。老人哇，还要站多久？老人哇，我想叫车先走。太好了，只剩下气球。太好了，是真没错。一会儿嘛，没了，掌声要，还有啊，还有啊，没有啊，哎，这是加码的，像怎样，像怎样，彩排没有这段了啊，我看一下，这是送的，送的，送的，那什么？但他是很重要的幕后推手啊，恐怖枪吗？脱袜子十秒 ，Oh my god， 哎呦，戴头上，来来来，戴头上，戴头上 ，Rock and roll， 就操了。我最后只想跟我的小孩说，对对对，在哪一台？哪一集？哪一集？这台。哪一台？爸爸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还有一句是想跟丈母娘说的，骑马，你不要再乱花钱了。我很哪一台？我很辛苦啊，我很辛苦赚钱的。对了对了，你是不是？我没开不起哦。电视购物就一直。